渔夫啊，哎，奇怪呢，你不讲今日胡志祥要来，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他呢。对不起啊，今天这个节目比较特别，叫做超市招牌秀。嗯，什么是超市招牌秀？没有啦，那个胡志祥，我明天再请他来啊。今天补偿你一下好不好？怎么样？你怎么补偿我？你说我把所有超市的制作人、主持人全部请来，播送你，好不好？好。在哪里？人在哪里？没看到啊？有啦有啦，好几个，你等一下看就有了，好几个通通到了。有啊。I am Akiya, I'm come back. Akiya 哦。哟，你招一堆戏啊？I go to America. Oh, go to America. Coca-Cola, hamburger. I go here 像 Hello 做 a beautiful girl. 哈哈哈。啊，哎，阿姨，你做过哪啦？你做过好不？好啊，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你今日做些超级王牌秀是不？哎，超市招牌秀。我搁再三给你叮咛一遍吼。哎，我无在的时候，你特别要抓水招因啊来哦。哈哈哈。今仔日有这个状况无？哈。无啦，无啦。啊，那无。今仔日找这种水招因那个帅哥美女。不，我召集规间房间，搞到我乱七八糟。我等下我看我看嘛者，我看过来找你，再过来讲吼。好啦，好啦。好哦，这久无看呀，哦，做事业的那阿姨啊，来，你有没有看过？我们都是一家人。有啊、哦，我还会唱哎、欸。哎、欸，安娜，唱啊！你不是也会吗？哦，啊、你先唱啊。好来。都是人家人，好、哦、嘿。好，我看你会不会在在。哎，来啊！我们一家都是人的社监啊，不是总监。社监。恭喜哦，得奖了、哦。谢，得奖了啦！要应该怎么唱？那个，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都是人。哦，不是啊，开头的那个、啊。开始，我们一家都是人，好、嗯、黑、啊。现在不黑，现在红了。现在红了。哎呀，我们一家都是人。OK。那么你这个我知道，这种我们一家都是人这个节目我上过哈、嗯哦，太辛苦了，以后不要去了。录影光录影要录四个钟头，等了四个钟头，等到他们睡着了。不过这次说起来很辛苦啦，比如说你们是要这种啊即兴表演，对，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当天才知道我们要演什么，对，甚至于演出前一两个钟头才知道要演什么，所以。您那天来，我们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哦，原来是把我去拿去乱搞的。我酝酿了两个小时才决定，哎，这样做。不过这个即兴表演跟这个时事要配合在一起，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你不要忘了，那天你来，那是中共飞弹刚打下来那几天，好、嗯哦，所以我们要等下午的新闻，看是最新的一个什么状况，有没有打中哪里？对对对，打中我们都是一家人，摄影棚就不用演。对，所以其实新闻。精彩的时候是很过瘾啊！我们的反应，我们又不是一个新闻节目，我们是一个戏剧节目啊！我想让台湾观众能够看到，说这样子，用戏剧节目来反映时事，而且是喜剧啊，会有另外一种观点跟态度出现，会有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消化我们在台湾这个蛮不可思议的日子环境。对对对对。不过你这个两个要把它结合起来，那么那些演员呢、啊，他们怎么样，就是马上就把这些内容给消化掉？其实久了之后，因为演员有些本来就很有新闻敏感跟政治敏感度，那有些比较没有，但是这几个月下来，我们也做了150集了啊，那他们都会被训练说中午看新闻，早上看报纸，然后下午注意晚报，甚至于跟我们超市的新闻部连线，在电脑上看说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对，他们都蛮自动自发的会跟我讲。那变成就这样子的演员，变成要非常特别的辛苦了。嗯，非常非常，其实他们很有乐趣。嗯，像今天他们就跟我说，哎。老师，这个朱星宇打人的事情你知道哈？我们怎么做？他们主动会来跟我讨论，那我们也会想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做？嗯，所以两者可以把它联合起来。OK， 不过我知道你在做这个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时候，有很多是剧场的概念。你刚刚讲的用戏剧来表现，那么把这个剧场带进这个电视剧里面呢、啊，这是一个。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概念，那你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其实我觉得，剧场啊，有人把我们一家都是人当作一种所谓的电视舞台剧哈。事实上，我觉得那是人家要找个标签来贴，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要贴什么标签，因为以前没有看过。事实上，我从来就不觉得我们一家都是人是个舞台剧。我只觉得说，我曾经是个舞台导演，
然后我们的演员大部分都是演舞台剧，因为他其实没有这个底子，他很难在那个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演出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事实上还是电视，只是说这个电视是一个比较大家没有看过的东西而已。没有看过的。不过你的这个内容里面哈，比如说你们会谈论这种台北的捷运问题，那么比如像今天的这个朱新宇的这个来来饭店的这个事情，那么好像你们我自己看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觉得你们好像是属于这所谓的台北共和国，对这个中南部好像中南部的议题比较不能够掌握。后来你们加入这个文音这样子一个角色。是因为要让他感觉到比较像全国性的，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会尽量照顾到中南部，就是说中南部有重要的我们可以连接的一些事情的话，我们一定会加进来。但是凭良心讲，每天我们生活在台北，很多的事情影响了台北，也影响了全省，是有的事情当然是中南部可能他事情很大，我们没有特别的感受，这有时候是有点困难，也比较难以去深入的去表现他们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不是？但是我想我们一定会克服，我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走，希望更去关怀这个台北以南，淡水河以南。不过文英那个角色到底是不是因为中南部的关系才加入的？其实我们发现他加入以后他现在只要走在马路上，人家看到他都是叫他林小姐，都不会叫他其他连续剧里面的一些角色。那所以他说他其实发现中南部看的人也非常多，台北看的人也非常多，他倒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的分别。你就是说他到中南部去的时候，他就感受到这样子？有。那你可不可以在我刚刚没有听你在讲法，就是中南部这个方面，因为你们现在住在台北，而且你看你天天要录影，天天要发想这一些创意，那怎么样的有办法去把中南部更接近？我们好比说我们有一个计划，现在就是说想把整个我们的录影作业拉到高雄去一个礼拜。好，那我们有在谈说这个东西的可行性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星期就全部在做高雄的事情，然后演给高雄的观众看，我想这个会很拉近一种距离。那台北人会不会说不敢看你高雄？就很难关照全面，是吧？我是说把你们放在这个八点档也是对抗这个连续剧，好像很辛苦了，你自己觉得？其实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我们这节目它的性质比较我常常觉得我们一家都市人是做给不看电视的人。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大部分的观众是本来不会去看那个八点档连续剧的，应该这样讲。但是有我们这个另类的选择他们觉得这个感觉不错，所以是很辛苦了，放在八点档，因为有时候看那个好比说三台的连续剧，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收视习惯，人家习惯在八点的时候看这三台，但是反而是本来就不看的人，他会过来看我，给人家另外一个选择就对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这节目做得很开心嘛，很开心，因为每天可以跟怎么？这是这是什么 East and West 哈？你不要，这是油的物件，提出来创啥物件？我去 America 无几工，你规间厝家务搞乱七八糟，叫你大，不是要让你这个物件，让你那个反正都是渔夫的我都是跟他讲。喂，你两个冲上，我来看下者。你别早，还做事上，我要讲，我跟你讲，我今麦要过去 Mexico， 你我若过去 Mexico， 就我规间村无你。不要派错。来，我来问问我们这个新兴人类的李昭颖，我们的 Super DJ， 你有没有看过《超市的对抗生命》的节目？有啊，我有看过啊。有啊。没错，就是在对抗生命的音乐。对。表示你真的有看。那哪一集你最感动？就是有人所受伤嘛，然后我在想，当时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呢，那我就不能在渔夫漫画秀里面工作啊，替你帮那些特别来宾演奏啦。你别骗我，我在想你是怕嫁不出去。真的啦。
张少长跟和平，非常的恭喜，非常的恭喜你们呢、啊！对抗生命终于得奖了。那我一直很有兴趣，就是说对抗生命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啊，那么感觉上它是一个啊付出非常多的一个节目。那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一个对抗生命这样的一个节目呢？是我们节目部经理甘志辉先生哈、啊，他首先提出这个构想。那我们人都会生病嘛，对不对？生病之后，这个我们面临着第二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莅临，真正这个重新去思考，我们要怎么面对患病之后的生命，这个是应该大家都很感兴趣的。所以我想，这个怎么样仔细去聆听患病者的深层的心声，怎么样听他们面对第二生命的重新的一个看法，是我们想。应该大家都很有兴趣，而且是针对的真实的病患有一种另外的一层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走。是，那我不晓得像和平，你是一个制作人，那么你在制作这个节目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哪一些让你比较感动的？或者说我知道人要是生病的话，他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那你又怎么样突破他的心防，然后让他们可以来接受你的采访？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要去说服他接受采访都是蛮困难的。那说最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脱先生来说好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因为我先生他也是其中一集的主角。我知道他是得了癌症，对。那对我们来说，如果答应去被接受采访啊这件事，其实我是从来没有影响他，但他是希望如果他的故事能够带给别人力量的话，那是他最高兴的事情。我想每一个主角他们的想法都是这样。那你们怎么样突破他的这个心防呢？那最主要的就是要跟他们做朋友啊，你不能跟他保持距离，你必须每天到医院去，是，听他讲话，或是听他哭泣，或是听他让他对你发脾气。那到最后他们会觉得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那么奇怪？我这生病的人家都不愿意理我，那为什么每天都来烦我这样？到最后他们也不得不相信我们的诚意。所以这样子他们才突破这个心防，然后让你们来采访他的故事。那有没有真的是激励出这个激励什么样的一个别人真的有被你们的节目所激励的？有啊，很多有些同样的患者他们常常都会打电话来。那有些人因为他的朋友得了比如说巴金森症，他朋友不愿意去看医生，他看到那一集李泰祥先生的故事嘛，那他就觉得他一定要把那集药到袋子给他的朋友看，让他赶快去治疗，让他对生命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那不过我想很想知道，就张道堂这个对抗生命这个节目现在第二季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一边在做研究与社区，一边在同时也在找广告客户了，因为这个我们同时在进行。那至于真正什么时候开始，我想可能要请教我们陈总裁了，陈建新先生。哎，哦，陈建新前总裁啊，那谁找我的？哎，电话找我，没人，没有声音的。这个，对不起，您要接电话。道具啊？不是，老板，不是啊，不是。您这个要找我？没有啦，没有啦，谁跟你讲的？啊，有人说找我嘛。隔壁的，隔壁阿姨那边有。隔壁阿姨那边有。好给一面草草，你在干嘛？啊，今天的红金桃。啊，头家下面臭臭，为今天怎么？今天所有头家，今天超市的头家都中华裔。为什么？你得奖得很多啊，所以你要谈那个快乐的嘛。啊，快乐颂。对。那差不多。帅哥，帅哥啊！我们的日升，恭喜啊，恭喜啊！谢谢。何律师，你是不是交往的这个朋友圈子太少，所以你做的调查报告都是一些原住民或是一些这种边缘的族群呐、啊，弱势的族群？听你这讲，我就是在里面看我节目，你很少看我节目，偶尔看的。其实你看我的节目站在这里啊，我这个太多主流啊，强势族群的，还有原子弹，对，都有啊，对啊，军中人权，这个什么高雄人喝什么水，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所以强势的主流的一些热门议题，但我们做了很多，没有错。一些少数民族弱势族群的议题，那我们很特别，是因为张兆堂先生他的概念是让受访者自己发声，对，那就所以我们没有很多 OS， 就让受访者自己把他的心理感受讲出来，所以那个情感张力很强。
那弱势在弱势族群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觉得超市言论很自由，我们可以对弱势族群的问题直接面对问题，直接对重点讲，让他们记忆发生。所以也许很多观众都跟你一样，听了看了以后啊，记忆深刻。所以老师记得说好像他们都在做弱势族群，其实不止。我看是广告客户这么想，不是我这么想。OK，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过我看你还是做了，是比如说原住民啊、死刑犯啊，好像做来做去做这一些啦。我觉得啦，我的看法，很多人的看法也是这样子，是不是你们的记者太少了，你没有办法做的大一点的范围？其实我们老实讲，就是调查报告也很感谢这个上面这个总裁他们给我们很好的编制了。我们17个人，虽然是在做新闻杂志里面，这个编制是很少的。但我们知道，在整个这些主流媒体里面啊，谈太多热门的一些议题了。那我觉得，对弱势族群来讲，我们四个制作人加监制，我们的理念是也要让弱势族群多发声，多有一些意见出来。那么弱势族群，原住民和同性恋，那话题很多了，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概念。事实上，很多概念我们不断的介绍。那8个月来，事实上我们大概也有1/3都在做弱势族群，有2/3是做很多主流的、很热门的一些话题。那我们人力很够，我觉得这是超市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让我们很充分的去做思考、做追踪。所以这是你得奖的最大的原因。对，我们可以讲说，我们经常有机会到大学演讲，他们几乎把这个调查报告当是电视节目的一个典范了。那之所以成为典范，是因为我们的特质上，就是我们，包括摄影，哈，包括让受访者发声，包括我们切入的观点跟角度都蛮特别。是。那你今天来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典范中的典范，典范中的典范，我们也是典范，是没错，不要恭喜。OK， 好，你把自己比作的 David Letterman， 是不是？好嘞啊，不过但是我不晓得这个调查报告，听说要有一段日子是英文叫做 QK， 是的，暂时要休息一阵子还是怎么样？对，我们台语啦，台语 QK 啊，讲台语啦，讲台语，台语也通了，台语也通。好嘞，我们目前可能就是会休息一下，但是休息其实像美国的60分钟，他也休息一年会休息一季嘛。那这季你可以重新思考，重新出发。那其实我们在这下面一季是重新组合过去一些单元比较类似的，会组合在一起，重新再跟观众见面。那么。的确，我们是有某些业务的压力哈。那我想这一方面，我相信总裁了，还有杨经理啊，还有我们张兆堂、张监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让我们业务压力能够解决，然后让调查报告有一个新的面貌重新再出现。奇怪，今天不是我们录影啊，怎么会约我到这来呢？佩佩小姐，哎，渔夫大哥，佩佩小姐，哎，我还奇怪，你跑来这边干嘛？我不晓得，他们说在这边、啊、来坐一下，让美女给你坐一下，给你美女坐，哎，你现在既然来了，我顺便就问你，哎，什么事情？你找苦林找到我这边来？我不知道、啊，他们说今天在这边可以找到苦大哥。啊，我跟你讲，苦林不要你了。他叫你来当我的主持人，他不要我了吗？真的吗？没有，骗你的。不过你知不知道有一件事情，一个好消息，你知不知道？什么好消息？你们得奖了。哦，对对对，这个好消息我是刚刚才知道，前5分钟才知道。苦林知道没有？他好像还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在洗三温暖。对不对？我往往我们在很辛苦的时候，他好像都，对。哦，他都很轻松，他一个人在那轻松就对了。那你们得到这个奖是？什么奖？是教育性文化奖，还是文化性教育奖，还是教育文化性？教育性文化，文化性教育奖是不是？这个好像都有，我们把那个性拿掉好像好一点。教育文化哦，我知道教育文化奖。那苦林现在是目前就是像每一次都是你自己在出外景，对不对？对，我们有3个外景主持人。对啊，所以你们已经跑得很辛苦哈。对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没有比较辛苦的？其实辛苦不会啦，因为看个人心态了。我觉得出去好像郊游一样嘛。苦林不在没关系啊，你讲啦，没关系。苦林不在了，他不在吗？你确定他不在？他是喜上温暖啊，他看不到。其实辛苦这是在所难免的啦。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说啦，看到真的蛮多，觉得说，哎，台湾还有这么多这么奇怪的事情，这么奇怪的人，可以介绍给大家，我觉得蛮好的。没有受伤，没什么的。没有。哎，但是苦林大概像苦林他本身的玩外景的时候，他只有去抓猪啦，哈，才跟你们去，对不对？对呀、啊，他都捡那个轻松的去，然后那个难做的、痛苦的都交给我们这样子。啊，那上次那个阉鸡的那一次啊，就是我去的啊。你去啊？苦林没有去阉啊？不是，苦林有没有去？他
可能没有去烟，可是是我去看烟机。是你去看。那古林每一次上来的时候，他大概就是啊一个礼拜来一次，然后哦错，是两个礼拜来一次，两个礼拜来一次，两个礼拜来一次。然后来的时候就睡在三温暖。啊，听说是这样子的，不过他都有跟他老婆告假，说我今天晚上会睡在三温暖，老婆这样子。哦，真的吗？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啦。可是他这样子好像会不会太混了一些，让你们这些人跑的？你看你们的 key 有另加又 key 有没有？这个看他什么时候良心发现，跟我们一起去出出外景，让他尝尝苦头。是吗？不过这个我知道，这个苦林的节目里面哦，你看啊、哦，我在看啊、哦，很多美女啊、哦，有没有？好多美女啊、哦！那苦林说他很爱他老婆啊、哦，可是你像他的助理主持人也这么漂亮，然后这么多的美女要上他节目，那偷偷问你，苦林他老婆有没有来探过班？从来都没有。没有，这么放心吗？可能是苦大哥暗中阻止他，不让他来的。哦，他来的时候都没告诉他吧？是不是这样？喂，打泰利风去香港不是苏里曼的子弯刀了的，我知道了，打 telephone 去 HK 吼是 3 seconds $1 U 啊！你是安怎啦？今天的超市的总裁无，等于我只打 telephone 去香港嘞。你不爱看，你不爱看看看我该上登去你啊！好，安尼袂使袂使袂使。嘿，你先甲对对啊！你讲看要过你啊！吼，你稍等，你讲看要过，我嘛袂紧叫你。我你紧改，好紧改。telephone。好啦，可以过来加拍啦，过来加拍。开玩笑，苏力，那是苏力 second one dollar 嘞，是你创啥代志哈？有啊，他多你一个 friend 有无？你的 friend 头毛 QQ 迄、那个卷毛迄、那个，再来我只卡电话去 telephone 吼，去香港，我跟你讲。迄长途电吼 ，long distance 吼，迄个 $5,000 我欠你迄个$5,000无啊？你就是咧讲啥物啦？无啊，中英文夹杂听也无得。无啊就对啦，无啊就对啦。啥物无啊啦？迄个说 no， 我跟你讲吼，迄个反正你头先迄个 friend 来打电话，拢是 no 就对啦。我跟你讲吼，哈，阿你阿边拢无啊？你遐想咧，我是要吹脱到搞哦，你去到天涯海角，我怎要该脱到搞？天涯海角，我跟你讲，我去 America， 即马坐落都去 Mexico。啊，你等咧，我叫人家来。You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系。你即马有些什么哈小妹有无？系。哈哈哈，听讲有人要找阿姨啊，是无？我唔知，冇呀。我排名无，我排行几条？几条？我唔知，我唔知。你唔知哦？我唔知。啊，拜托拜托，太重，下不会来，下不会来，哈小姐。我们过来去找救济，好。总裁，哎，姨父你好，我自己拿一个奖。对啊，对啊，你给看看。哎呀，好，谢谢这个金话奖。我不是没得奖，是没话奖。对，所以叫金话奖。哦，这节目那没好的没话奖。对，好没话讲。OK 啊，我的节目为什么讲？是因为你要先说明一下嘛，真的是。对啊，来不及报名嘛，哈，根本就是嘛，报名时间那么短，开玩笑。对对对对对，先说明，只能这样讲，没有啦，是真的啦。OK 啊，我们说老实说，您以前是一个这个喜剧的演员嘛，哈。什么以前？现在还是？没有，现在没人找我演了。那我节目是。不过你这个后来呢，你自己这样整个的，尤其是你一个香港人，然后来到我们台湾，然后做这个。为什么不去引进这个港剧比较快？现在很多人都引港剧，那你为什么要去制作这个本土的节目呢？我比较喜欢，我觉得在台湾做节目应该再低一点啦、啊，多一点本土化、啊，所以多找一些能有台语的才能啊，不是说其他的才能啦、啊、哈、啊，就是台语才能很好的，可以本土化的人、啊，不然为什么找你？是这样吗？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做一些为什么要这么对本土化的这些节目？像我们很多节目得奖，这些节目里面都很具有很浓厚的本土关怀。那你为什么会去选择这样的？我觉得是应该的嘛。你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地方的电视台有没有？那你应该关怀这个地方多一点嘛。那不然你从外面买东西进来，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了。但是你在这个地方。
扎根嘛，应该扎根是不是？因为今天没有自摸着怕，就应该多一点关怀这个地方。这本来就是做电视应该有的态度了。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你个人过去曾经是这个 BBC 电视台的，你是学新闻出身的，事实上是这样。很多人不晓得你这个。我不是学新闻出身，但是我做过新闻这个工作者。我在英国不光是 BBC 啊，我做过好几家电视台、报纸啊这样子。那么你现在到台湾来已经变成一个专业的电视人了吗？可以这样讲啊，算不算啊？很多专业的人跟我在一起工作啊，你说算专业？算了，专业了，算了，专业。那新闻，像你现在做的方面，不包括这个新闻的部分啊，还有这个节目的创意发想啦、还有甚至拉广告，你自己带吗？对呀、常常超秒啊，这常常超秒。哎，不必要告诉我，我们刚刚离开了吴兄，新闻局就来敲门了。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一些节目里面，这一次我们知道得奖的有好几个节目，那你对这些得奖节目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对抗生我们知道这个调查报告对抗生命的这些节目都非常的好，但是似乎他们几个在讲的时候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那么我都奇怪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们知道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吗？好像我刚才听你们录影都说那节目好像快要停掉，你要停掉那个节目啊？不要吧，我哪敢？那你为什么要停？为什么都要讲要停一个节目？我们在调整之间，还有对抗生命根本那个题材了。他们第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有这个13集嘛，一季嘛。然后你因为做这样的节目，你要花很多很多时间。那本来就是有计划说做13季3个月之后就停3个月，让他们再有充分的时间去再去找材料，然后再回来。这个是对抗生命的情况。那调查报告本来是说希望把部分调查报告放在新闻里边，也确实是做过，然后发觉到可能是不是很适合，因为调查报道是比较长，花要10分钟啊，这样子12分钟才讲一个单元，搞不好还要讲20几分钟才讲一个这样的单元，那又不是很适合。所以在这个调整之间呢，其实调查报告没有停下来的，也是没有，他反而没有停下来。对抗生命可以说停下来休息，也不是休息，每天在拼命。你刚才访问何炳，你没有问他现在每天上班做什么？你们都说他休息，太不公平了。有了，他还有在做了，什么有的做，又这么难听啊！我可以这样讲了，因为调查报道是我提议做的，对抗生命不是我提议做的啊，但是这两个都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两个节目。我喜欢节目的太多了，超市人。对，当然最喜欢是渔夫那个节目了。我在这里只有这样讲嘛，不可以加薪，不然刚才又来讲台湾话骂我怎么办？我以为我听不懂，听懂了那个阿姨，死阿姨。Anyway， 意思是说，对抗生命跟调查报道都是我最喜欢的两个节目之一。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这样讲呢，我不相信这两个节目根本就不会停下来的，会找一个形式让他们收集得很好的时候再来。对抗生命呢，我看本来就是做3个月要停一下，不可能一直这样做。调查报道是确实是在调整之中，在调整之中，但是有能力我一定让他做下去。不过你一直讲这两个得奖节目，还有其他两个得奖的，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让他们快乐？因为你问我那两个节目吗？你好像针对的那两个节目，所以我就只有讲两个节目。你好像不大习惯就一直说就不问我，那我没有办法。有啦，现在可以讲了哈，可以讲，当然很好了。我也不是这样，那不是我整个歌都可以，大概可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头黑，你根本就只懂最后一句，都是最后差不多人家玩的时候才去看一下，永远听到后面。被你识破了，不是？刚才那这两个节目你觉得？我们一家还有古林，我们一家都是人呢、啊。你刚才讲了，我们都是一家人。等一下你看一下录影带，那个是很难度很高的节目。我最早找 Stan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构想是我跟 Stan 一起做出来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在可以做一些很怎么讲很现场性的，可以有一点创意马上放进去的，把今天的事情也放进去。这个是我跟冠中，我的另外一个副总裁跟赖胜川，其实那一天刚好乃竹也在，丁乃竹我们另外一个副总裁也在，是几个人这样谈出来。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要组成这样的班底啊，创作的班底跟这个演艺班底很不简单，因为台湾确实说他没有这个经验，不是说台湾才很多啊，所以我就相信可以做出来。那确实现在做了100多集啊，
很难得，可以说是很快就会进入那个近视，那个记录，不会一天消耗掉的，不用担心。好了，那苦林的不要讲了，好了，讲渔夫的。苦林的很好了、哦，我那个记得管我就没关系了。我是讲苦林，讲渔夫的，你对我的节目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不要看你，你讲。渔夫这个节目就是应该学苦林一样啊。但是学到旁边那些刚才佩这样的小朋友要跑到外面去这个做外景，你是这坐在这里就骂人家，就画画那个漫画烧人家，这样跟人家喝酒把人家灌醉啊，你就这样子很舒服。就面针多可怜，对对对。不过你这也是等于是预告我们准备不能剪掉任何东西，告诉你们。不过我们准备开始走外景了，我们走外景。哦，大家听到啊，对，要是没有的话，打电话给他、啊、骂他、啊，对不对？我收到超过100封信了，我就把这个节目停掉了。哇，明天1000封了。没有没有，开玩笑，怎么敢？怎么敢？不过还是要最后还是要恭喜这个全总裁，这个超市。谢谢谢谢，恭喜大家。还不到一年，还不到一年得了这么多的奖。大概一年。你自己的最后的一个感想是怎么样？蒋介石很公司的话的每一个人都很多出很多力量，这本来就是不用讲的，就希望渔夫明年可以拿奖了，这是我的希望啊。谢谢谢谢。希望你会让我希望。可以剪掉了。好，怎么 end 的这个？不是，今天一刀未剪。OK， 全程播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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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茶不能喝的嘛，听说好像是这是道具。是没有。